他还去看那个第二次皮肤，这个吗？帅吗？蓝色的，还可以。这什么？比你们那个好。我们那个吗？最抽象，我们那个，我操，卖得出去吗？那个建模，我们那个吗？我们那个是在 LPL 卖的最差的，就 EDG 我们 IG 我们卖的是最差的，就是国内啊，但是我们在国外卖的是最好的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而且 IG 是你们也知道是第一个 LPL 第一个队伍夺冠的呀，那个说你不管玩不玩，你不管你是玩不玩英雄联盟的都会去买这个皮肤哦。IG 那个皮肤是 LPL 的第一个夺冠，就是不一样啊，真不一样，而且 IG 的确实好看。寒冰跟三星那一套有点像，是有点像，风格有点像啊。这是纳尔是吧？建模，哎不对啊，不对，哪有纳尔兄弟，我操，等一下，大叔阿卡丽千珏女警寒冰，千珏是上面这个吧，寒冰是这个，寒冰是这个，女警是这个，建模，阿卡丽在哪？阿卡丽是这个，阿卡丽千珏建模，女警寒冰，那这是什么？啊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他们有六个？他们就五个？我刚看到报了六个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茂凯在哪？茂凯在哪？啊，在下面。茂凯，底下那个是树儿子。茂凯，茂凯，茂凯，应该是。哎，选手，哎，选手都走了。我们也走了。八角龙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完了。啊，下面那是大叔的野，完了，八角龙了，兄弟们。十个人打。然后这波。这个先放打起来，但是右边双人先推完先往下靠了，左边多一个辅助啊，这个 BNG 不能这样打吧，娜美虽然回来但感觉冰姐过来想开这个布隆吗，布隆有盾的不能开这个布隆吧，变布隆，哎，布隆怎么死了，闪现呢，冰雨炸了，鬼三九大招想打吗，打不了了，基督这个位置啊，一波了，爆炸，不对啊，布隆这个位置被冰雨二了举个盾也会死啊，好脆啊，这个布隆问这个闪现上来治疗救了这个哑包 ，Elk 这个位置 ，Elk 好像要死了吗 ？Elk 有闪现招了，进化招了，还是死了？会不嗯，一直换血，一直换血。哎，我这个位置没啥，我被开了，但是有破坏王后面，布隆被击飞，布隆这个位置好像倒了，变布隆做破坏王，好像要变身，不想给汉萨吗？这个兵，厄斐琉斯有双。厄斐琉斯将精华躲，哎，解了那个 W 要跑，走就打出技能加速啊！哇，这个厄斐琉斯每次他这个下路线爆炸了呀！二十秒下路都能出两波兵，想杀这个杰斯，杰斯好像有点危险啊！打出这个伤威猛中能跑吗？跑不掉了，死了！冰雨这波找机会找得非常好，雅高不去下路，直接上来帮队友抓。天子想绕啊，他想绕后开血，训吗？训！啊 ，Katz 救了心，我操！厄斐琉斯被秒 ，Katz 救了心。哇，这个心本来被九筒一刀了，直接秒的。Katz 想把他站回来，倒回来进。厄斐琉斯直接被露香打死了，救了心。本来病死的他复活了。布隆也要死了，布隆这个位置被炮刀跑不掉吧？他这个位置。葛文还在追，锤他没用，葛文又放大了闪现，还有一层不打掉。我操，兵哥这个闪现，这样玩游戏的，玩爽了。左边是布隆加奎桑提，九筒也没闪，很难杀他呀。来了 ，Elk 想着那个汉萨玛，奇招，汉萨玛被击飞了，要没了呀，布隆死了，葛文开大追人，第二弹打，第三弹打，全躲了这个汉萨玛。勋是追到别人的二塔区，一万一，很急啊！吉图现在，冰女跟狗要开团，这个位置，冰女闪现一 W 二自己 ，Caps 要死了 ，Caps 被秒，厄斐琉斯这个大招倒倒两个人没有伤害，变身变了个回伤铁，韩三把这个位置被狂风要死了，我操，爆炸 ！Elk 闪现追三比，恭喜 BNG。
C 九不就闵天雄了？哇，找卢下就打到多少钱？黄豆哇，100，完全打不赢啊！基督，另右边经济领先10000，冰雕开一闪现 W， 哎，不去了，两刀，卢下活吧 ，A 的。L 哥这个位置没死啊，被召回来，但是队友，哎，经典被捕。L 哥，喂，为什么不会说话？我没闪现，我好像死了。我操！训变九筒，直接把这个 Caps 杀掉了。51000应该是哪门的？去吗？打野也行，但我觉得应该就是那雷吧。他有几波帅的操作，比如说闪现挡E啊什么的。